我说朱小弟啊，上礼拜跟你研究舞蹈那不得了啊，信件如雪片般的飞来，观众是吓一跳，还封我为武圣呢，鸡舞马舞的 Ship Sam Say Press the High Say， 不得了，回响有多大你知道吗？有可能吗？啊，你是说这什么话哈？那你们再对我要客气一点了，你们董老师最近要聘请我当他的助教。哎啊，你们笑什么啊？还是没可能的。我以前在义工大队那不是干的，我还是台柱呢，当兵的时候。哎、啊欸，这什么笑声，好像我吹牛。不是真的啊，哎呀，我演仙童啊，演什么独唱什么都来的仙童。哎，像是跟你们聊聊，我也回想起来当年义工队的时候，那个表演就跟现代社会的表演不一样，还要带一点意识形态的表演。哎呦、啊、都是一些个在军中节目，大家知道不能够靡靡之音啊，像美丽的台湾哒哒的国土，蒋总统领导下哒哒的领导下，万丈光芒。这样，哎呦，失败，哎呦，哎呀，是吧？你是女青年工作大队刚退下来，是，嗯，从她的腿看得出来，刚刚退伍。我靠！我刚才那个舞蹈，美丽的台湾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哦，现在不一样啊！我唱一段给你们听哈。现在跳法不一样啊。对，现在都是我们爱过期，像明星最近离。啊，我们的台湾。这哪说得过去呢，对不对？来，虽然我这个人啊，这个回忆还在停留在当兵阶段，但是我还是跟着时代流行走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能说服你们这个董老师呢，聘请我当助教？像水舞，各位听过没有？这咱不晓得吧？水舞啊！哎呦，你看你们的眼神多彷徨，水舞都没听过，还负责舞蹈？水舞就是一种像泥鳅一样，身体的肢体很柔软。知道我爱你像一年远行程。哎，这个就是水舞，会不会啊？刚刚看完这样会不会？我试看看好不好？哎，水舞。哎呦，哎，这是猪舞啊！是什么？水舞跟猪舞啊，脖子多硬啊，脑袋好像插了个贡丸一样，是吧？这头要软。你可知道我爱你像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万丈光芒是吧？其实说来说去，小人一起冲上，哎，广告快要进来了。那说来说去哦，那到底一心两用的舞你会不会啊？一心两用啊？哎，还在学习当中。害怕对吧？还是看我的，来准备。还是玩不过你们是吧？好，我跟你们学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哎呦，你看他飞心，哎呀，话匣子一打开的时候，感觉我们好像坐在船上的感觉。我说哥哥，水舞，来，皇帝，笑脸脸，我已经开始晕船了。不是开玩笑的。张信哲会不会跳这舞？啊，水舞。哎呦，腰像棍子，怪的，不容易。前后哎，你为什么是这样？应该罗姐最会跳的。哎，所以他这个是船舞啊。哎呦，那你让你跳一下，要侧脸侧脸看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哇哇！你这是配什么音乐？害我做不下去了。拜托一下，这不是第四台啊！拜托，你这样子下去，我们是不是？这是牛耳精啊，不怎么样。哎呦，不是我看到一层肉浪，讲话真是够胳膊。接下来，讲这个不是靠嘴皮子了，到打歌时间，一心两用。大家想要唱歌的时候啊，要看看各位的胆识，以及各位的这个功力怎么样。原来有意思。好，第一位是由派高胜美小姐来，恐怖香。他们反应觉得没什么，他真的吗？哎，要告诉我哈，新加坡朋友。还有乐队老师会给你暗示，恐怖他们就会说恐怖。不恐怖就不会恐怖。是什么？走啦！
看到有几只已经爬到边上来了。我最怕一条一条吗？啊，哎呦，你也可以选择，就干脆不要打嗝的，给你一个机会。那还是打嗝好。还是打吗？会越刺激我越喜欢，可是会怕。老师，请了。什么啦？拿出来不要乱甩，拜托一下。哎呦，这东西我是最怕的一种。这什么东西啦？这什么啦？哇！我怎么那么多条啦？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哎呦！看看看看什么东西吧，你来看一看。假的！假的啦！骗人！好可怕。假的，这个如果是真的，你怕不怕？会。哎呦，蛮好吃的。还是，哎，还是有勇气拿出来，继续打歌。为什么我的真换来我的疼，纵然善变一往事。第二位是罗碧玲小姐，该不会是恐怖箱了吧？不要跟我讲说要气球，不要跟我讲说要气球，就是气球哦，脚踩，他最怕气球，30秒钟以内要把它唱到，然后爆掉，爆掉，这样算过关，这不容易，这个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没关系，罗姐你慢慢踩，好，老师请了。啊，那他很多人怕，直接不要唱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要唱了，我不要唱，反正那么难听。哦哦哦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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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唱完了，罗姐，你们虐待我没有关系，我不要虐待你们，我继续唱就是虐待你们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唱呢？就放弃打歌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反正我没有出唱片，我出唱片也不会有人买的。牛耳听这一关比较辛苦一点，这个要解太好了。仰卧起坐10个，原唱。对不对？你说这个如果给张信哲了，刚刚退伍还有办法。哎，这个给我嘛，哎，这个脚是在这个地方，应该不会吧？哎，应该是在上面。所以你看，说这个新加坡同学就笑了，台湾人怎么看这玩意不知道，还以为是来洗衣服用的。我过来干杯。什么东西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在我人间的悲，今生无言难舍再去，怎么还爽起来了？你很还真的不用力啊，你亏死我了，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做得不错，以前是马杀鸡，不错不错，彻底打歌失败啊！接下来是张信哲了，张信哲的比较简单一点，但是要能够争取时间是这个，如果在这个30秒钟里面呢，你要挤满一杯这个柠檬汁，还不能 NG 啊，要再喝一杯，那就来了，来了，行啊，加油。
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很抱歉，你喝了它吧，你喝了它。抱歉抱歉，这个我们这个因为有国际友人在现场啊，不能骗人，我们这个公信力要够。如果今天都是本土，我们这个台湾的观众大家一看啊，今天是 walking， 刚好新加坡的朋友来了。哦，你如果像这样半杯，哎，他们台湾来的乱龙通一通，就是拿出个标准。他们的那个那随便讲随便打歌，那个没有标准。那谁来做标准呢？这个是一个办法，我通融一下。哦，如果把这杯喝掉，对新加坡朋友也比较好交代。如果你能喝掉它，就把这歌再打一遍，大家通融呀。吞了，我可以不打歌，反正已经出片这么久了，已经不打了吧。高胜美，能不能带他喝？这个东西可以，我很喜欢喝啊。高胜美好了，高胜美，高胜美，不是新加坡的朋友已经讲了，不要喝了啦。可见你看看，真是雪比柠檬汁还浓。这个词我还记得，还记得。你要既然你爆出来，那麻烦他喝一下，好吧？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哦，那这个你要帮忙讲一下，说柠檬汁有什么好处？柠檬汁可以养颜、美容、助消化，还可以治感冒。贵姓大名啊？我姓叶，叫若诗。哦，叶肉丝啊，啊，叶若诗，若诗好，叶若诗来啊，帮我们，真的可以喝，不错，这个真的很好喝，好喝，真的啊，你喝不完，加油。哦，喝不完还帮忙喝，喝不完，好好好。一口，哎呦，好像很酸的样子。其他的同学也可以帮忙，男生来一个帮忙吧啊！哎呦，不用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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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好，好好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太好了！新加坡的朋友们，你们创造了商业的奇迹啊 ！Hockey 啊 ，Hockey 啊！他刚才讲说，哎呀，不要喝了。他一讲这个话，其他所有新加坡朋友都讲，嗯，怎么他讲开口了？结果果然不讲话，来比横祸，哎，扯得戴罪羔羊。不错不错，这个女孩子有这个侠客之心。那老师请了。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接下来是由陈爱美小姐的。对，陈爱美小姐呢，这个就不容易了，这一盘哎，吃下去就可以打。吃豆腐是我的专利。不是要吃啊。陈爱梅是要拿筷子，筷子把这个豆腐，这豆腐一夹就碎掉，豆腐一夹就碎了。但是要放到这个盘子上，要放多少？放一公斤，一斤，一斤，一斤是？哦，一斤在歌曲一开始唱的时候，要在这三十秒里面摆，要摆到一斤，一斤以上。好好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预备，起。太远了。全都说给你听，我认认真真和你做朋友，你却隐瞒我那么多事情。你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难道我的付出就不该贵？我是说过我爱你，如今请让它随风去。哎呦，一斤，请你把手放开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柠檬，就是有点酿。然后我实际上这次也有酿同学，把豆腐，就是豆腐全部全软了。刚刚那个呢，柠檬汁没挤够，所以他把它喝完可以打嗝。那么如法炮制，好吧？陈爱民把豆腐吃光，我们大家就让他打嗝，好吧？有没有人要说不要的？有没有？没有人敢。你好像要讲话。你也是吃豆腐专家吗？豆腐这样子没有味道，请张信哲先压成汁。来来来，起码压几块都不能压，然后再加一些，现在柠檬汁，再加一块柠檬，好吧？对对对，好，脏
我们请牛马金的。你那个手这样举，谁敢碰？真的。发挥一下同胞爱，陈这个陈爱民他需要牺牲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豆浆跟这个也差不多。哎呀，朱老师，倒会。哎呦。哎呦！谢谢，来谢谢，哎，好感动，好感动。看这个情形，好像可以再来一篇。哎，对。老师，请进来。我曾经流过泪，却不想再继续后悔。为爱，我曾早出晚归，现在请你放我自由的飞。今天在到处生长的。什么不一样？接下来这个呢又很好。这个王世杰我们知道他是体专，他是可以讲说国脚啊。他这个球在他手上的好厉害，哇，这就是完全不用手，足球都不能用手的。对，头顶啊、腿踢啊什么，嗨，那个这个技术不是开玩笑。没有。来，那你要在30秒里面，要一边唱歌一边顶球。顶球啊！哎，顶球。好，老师请了。路边的天气，宁静的春天，你我来到酒醉的城市，朦胧的笑容，杨老师说多啊，好，谢。嗯，好。开门轿我在你身边行，长长人生路，我有你就袂孤单。开门轿车，我在你身边行，天在这里看，倒位是咱的地盘。开门轿车，我在你身边行，长长人生路，我有你就袂孤单。开门轿车，我在你身边行。谢谢，谢谢，这是神乎其技啊！越到功夫深了，铁杵都磨成针。他这几下子，光我们这歌技是平常没有人可以做得出来。没有，我说大家都非常的卖力，使我们节目很精彩，掌声给他们再鼓励一下啊！